低帮仍然是由上针和下针组成的搓衣板花样，需要加针，用到的加针方法为卷针加针法，全部往返编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这里我用小样作为演示，为了方便后面编织，我们先将棒针上的针数做调整，分到三根棒针上，分成12针、10针和12针三份，取出一根棒针，从下往上穿入，挑下，从右往左挑，转移12针到这根棒针上，按照这样的挑针方法挑。好，剩下十针，如果少于十针，则从第三根棒针上挑；如果多于十，则把多出来的线圈转移到第三根棒针上。如果我们转移线圈的时候，是从右往左挑，就按照第一根棒针的挑针方法；如果是从左往右挑，则按照这样的挑针方法来挑。最终第三根棒针上剩下12针。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、12。分配好针数后，开始织第一排。全部织下针，同时将后片位置的外底与另外一片鞋底织片连接。这里需要换线，取出第四根棒针，加入新线的方法前面已经演示过了，这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做演示。首先，左棒针挑起外底这一针，对应的前棒针，也就是记号扣连接的这一根线，再挑起另外一个织片相对应的前棒针，也就是记号扣连接的另一根线。挑完针后，同时从上往下穿入这三针，织一针下针，预留出30厘米左右的线头，用于后面缝合。同时松开三个线圈，接下来左棒针挑起相邻的两个前棒针，同时穿入左棒针的三个线圈，织下针，松开线圈，
一对应挑针编织。三针一起并织下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织完第一根。接第二根半针上的外底，同样挑两个支片起针的前半针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发现不好挑针，可以用缝衣针辅助一下。找到对应的线圈。用缝衣针挑起，套到左半针上。然后并针。稍微拉紧。按照这样的方法连接起针位置，我就不演示了。现在已经连接好了起针位置，到了另外一个侧边，按照前面侧边的方法连接，线头藏进两个支片中间，一直织完第三根半针上的线圈，也就是记号扣这个位置的。最后进行卷针加针，将右手的食指放在线的上方，顺时针绕一圈，将这个线圈套在右半针上，稍微拉紧，
这个就是卷针加针，现在已经加了一针，这里总共需要加八针。我再演示一遍，右手的食指放在线的上方，顺时针绕一圈，套在右棒针上，两针，三针，四针，五针，六针，七针，八针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一排完成后的样子。同时完成了后片位置的外底连接，形成了这样的样式。接下来织第二排，将织片反过来，在反面编织。第一针要编织，全部织下针完成，半针上。八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二排完成后的样子。下面织第三排，将从这一排开始，第一针都滑针不编织。低帮部分的滑针方式与鞋底不同，以织下针的方式，从上往下穿入线圈，挑下不织。这个是下针的滑针，后面全部编织下针完成这一排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四排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织第五排，翻过来。第一针下针的滑针，半针放在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挑下线圈。后面织下针完成即可。
第五排就完成了，后面几排按照第四排和第五排的编织方法，大家直接对照表格或图纸知道对应长度即可。再次强调，低班位置的第一针滑针是下针的滑针，大家不要挑错方式，我就不再演示了。到这里，低班的编织就结束了。低班织完后不断线，继续编织高班部分。下面我们学习高班的编织，来看图解。高班用到的针法仍然为上下针和滑针，分成三段。第一段两侧形成搓衣板针花样，中间为双螺纹花样。织到一定长度后，开始编织第二段，用辅针减针法减掉一些针数。最后编织第三段，全部编织双螺纹花样。最后双螺纹辅针收针结束。下面我先演示第一段的编织。这个是一个已经完成低班部分的样品。我们先将所有的线圈都转移到一根半针上。从右往左挑针，全部转移到第一根半针。已经全部调好了，为了方便后面编织不同的花样，我们将半针上的针数分成三份，扣上记号扣标记。两侧的八针为搓衣板针花样的针数，二、四、六、八，扣上记号扣。二、四、六、八，同样扣上记号扣。来织第一排，第一排第一针仍然为下针的滑针。然后编织下针，一直到第一个记号扣的。线圈，开始编织双螺纹花样，移动记号扣。按照图解，前两针是空白格子，也就是下针，先织两针下针。一针，两针，后面两针是一横的符号，也就是上针，再织两针上针。上针的编织方法是，将线放到针的上方。右棒针从下往上穿入线圈，绕线，将线挑出，放开线圈。这个就是上针，这是第一针，再织一针上针，线在棒针的上方，右棒针从下往上穿入左棒针的线圈，绕线，将线挑出，放开线圈。这是第二针，后面又是空白格子，再织两针下针，将线放下。上针换下针编织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将线放下，不然会多针。
织完下针，后面又是一横的符号，织对应的两针上针，线绕到针的上方编织。这种两针下针和两针上针交替编织的针法就是双螺纹针，按照这样的规律一直织到记号扣位置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一排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织第二排，将织片反过来。在反面编织，划针。织下针结束记号扣前的线圈。又到了双螺纹花样的编织，移动记号扣。图中是空白格子，下针的符号。由于是在反面编织，所以织相反的针法，也就是织上针。一针，两针。后面是上针的符号，织相反的针法。一针，两针，按照这样两针上针与两针下针的编织规律，一直织到记号扣位。按照图解，前两针是下针，一针，两针，后面是两针上针。一针，两针。我们也可以根据对应的纹理来辨别需要织的针法。在辫子形状的下针纹理，我们在对应位置织下针。在瓦片形状的上针纹理，我们织上针。后面每一圈都按照这样的方法编织双螺纹部分，大家可以根据纹理，也可以对照图纸织完双螺纹花样。
后面按照全部织下针完成记号扣后面的线圈，按照这样的规律一直织到表格或图纸中对应的长度，我就不演示了。到这里，高班第一段编织就结束了。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二段的编织，第二段只有两排，编织边减针。这个是一个已经织完了第一段的小样。开始织第一排，参照鞋底辅针收针的方法，在这一侧减针。先织两。位置右半针上还剩下最后一针，将这一针也剪掉，取下记号扣。下面是双螺纹花样第一针，对应的是下针，织一针下针，然后用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这一侧的线圈就收好了，完成减针。右半针这一针是双螺纹花样的第一针，中间在对应纹理是对应针法的双螺纹花样，记号扣后面全部织下针完。还剩下一个线圈，取下记号扣。将这一个线圈收掉，后面是上针样式。线绕到针的上方，织一针上针。然后将线放下，用前一针盖过后一针。这一侧的线圈也剪好了，现在棒针上只剩下双螺纹花样的针数，一针对应一针编织对应。第二排完成后的样子，到这里第二段的编织就完成了。最后我们来编织第三段，这一段全部是双螺纹花样。开始织第一排，为了使边缘呈现辫子的形状，这一段的每一排第一针仍然是滑针，但是滑针方式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在下针纹理的第一针滑针为下针的滑针，在上针纹理的滑针为上针的滑针，大家编织的时候不要挑错方式。这里第一针是下针纹理，所以是下针的滑针，后面一针对应一针编织。
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一排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织第二排，将织片反过来。第一针对应的是上针纹理，所以以织上针的方式挑针，半针放到线的下方挑针，后面一针对应一针完成这一排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二排完成后的样子。后面几排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对照图纸编织到对应长度，我就不再演示了。现在已经织完了双螺纹部分，下面我演示一下双螺纹花样的辅针收针方法。前两个线圈是下针，先织两针下针。用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接下来两针对应的是上针，织一针上针，这个时候右半针上有两个线圈，将线放到半针下方，用左半针挑线，前一针盖过后一针。现在右半针上只剩下一个线圈，继续编织一针上针。用前一针盖过后一针。我再演示一遍，后面又是两针下针，一针下针，挑针盖过。两针下针，挑针盖过这一针，然后是两针上针，织一针上针，将线放到半针下方，挑针盖过前一针，再织一针上针。挑针盖过。注意，在下针位置编织下针，在上针位置编织上针。织完上针后，要把线放下来，挑前一针盖过后一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我们将这一排收。